之后的这个架子鼓呢，我用一段非常激情的音乐，然后送上一曲这个架子鼓给你们，这是我的一个才艺表演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穿这个衣服打鼓啊？对啊，我觉得好有一点不搭哦，好特别。我觉得应该他是应该做那种少数民族乐器的表演，结果就打的是架子鼓。那也许他有不常规的表演。而且他现在把耳机拿下来，他现在听不到我们哎。哦，对，哎 ，Hello， 完了，直接把耳机拿掉了，真的到异度空间去了。嗨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哎。没听到，哎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跟他沟通啊 ？Lady Gaga， Gaga 来了！天哪！哇，厉害厉害！这是他打，切肉也是这么切的。哇，哦，这个厉害啊！我确认了，他打鼓的姿势的确是民族，打击乐的打法，好像地鼓。他打的鼓的流行味没有那么重，完全没有流行味，完全没有流行味，他是打的那一种民族的打法。哇，真是，他戴着那么漂亮的帽子，穿这套衣服 ，OK， 打鼓太奇怪。但是我喜欢这个表演，我喜欢，对，因为也很像在切一堆猪肉，真的，很像穿着古装打现代歌啊。我觉得穿这一套衣服打鼓特别有范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很有范。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脑袋重不重，上面看他等一下，他肯定。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让他停下来？因为我要跟他讲话。没办法，要不写信联系吧。喂喂，山上的女孩，姑娘，姑娘，完了完了，他听不到。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全被毁了，这个、后面还有30个女生。这样吧，我建议这样好吧，我觉得他打的不一样，我觉得他没有要停的意思啊。我们要不要先看别人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 cue 他，好不好？大家同意吗？有这个功能，来吧。我们先把别的姑娘，你慢慢打。